Hello， 我系 Matthew， 欢迎翻嚟。今日嚟到第八集嘅 Pokemon Sun 啦。咁我哋上集咧就讲到赢咗呢个岛聚之王，咁即系已经所谓嘅成为呢个美乐岛嘅霸主啦。咁我咧今次咧就要去港口区嘅。咁去港口区做咩呢？咁我一阵间就会知啦。中意记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烟草过后就开始噶啦。好，咁佢话去港口区之前咧，想要翻一翻屋企先，咁就话要搵阿妈。恭喜美乐嘅大考验完成，下一个系阿卡拉岛，要去嘅话由好奥洛嘅港口区出发咯。对啦，有调查过研究所附近十哈拉山丘嘛？有 ，OK， 我试玩过，研究过，OK 大嘢都。后同你嗌，有好多 Pokemon。佢每日都系疑玩开心，好啊！咁大概讲完，咁我哋 let's go， 我哋去港口区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除咗打赢岛聚之王咧，我仲攞啲嘢，就系咁啊！我哋而家系有得骑牛牛嘅，咁咧揿 B 掣咧系有得冲，亦都系快超多。住喺呢个城市度唔惊撞人，呢个先系个好处。仲啊，仲快过车啊！随时，所以都唔知点解佢哋要私家车。私家车 is useless， 冇啊！嗰阵应该有啲快捷嘅方法过去嘅。警局过唔到去啊！以为过到添，唔紧要，我喺呢度兜落去。咦，我系转个弯道啦。咦，咩嚟噶？哇，滑浪风帆。哇，唔系喎，好先进喎，呢个好似。真系好似，博士，呢艘船真系冇问题啊。喂，呢啲唔系叫旧，呢叫古典风格，好有风味嘅船咧，我都系好中意。哦。如果你已經捉好 Pokemon， 亦都買好東西嘅話，我哋就出發吧。其實冇咩好買，起樓出航。哦，我哋離開呢個美樂島，動畫做得幾好喎！大海啊！我聽講遲啲有得騎水系嘅嘢，所以我好期待咧可以捉水。博士再開快啲啊嘛！唔好太勉強博士嘅遊艇，如果唔係就要掉海去餵魚啦。哈哈，而且你嘅帽都會飛走咧。係啦，阿卡拉島係個咩地方？即係你而家十，我當你十五歲，既然之後你喺15年你都係無所事事喺呢個島度，係咪咁樣？唔好咁樣喎。我佢咪應該遊歷過啦咩？好，阿卡拉島就喺前面啦。咦，嚟到阿卡拉島，呢個島又好似好大咁，應該仲大過美樂，所以呢。啊！仲有一個好嘅消息，阿卡拉島咧係有得賣進化石嘅，所以咧我有幾隻嘢係要等佢進化。我有隻之前有隻咩啊？有隻嗰個叫夜樹獸，等我哋睇下玩唔進唔進下佢先。你要點答你問我？好有趣，係條嚟好有趣。博士坐游艇到处游不停之旅，佢咪出咗嚟嘅？你仲系嗰副白袍随便喺身上披嘅打扮咧，呼呼衣。
你是誰呢？我說過你這樣會嚇到跟你初次見面的人吧。小星人快點回去包包，不用擔心，是誰來的呢？喂，這個什麼？荔枝。這個是馬奧，馬奧是另一個動畫片的啊，小智的同伴。喂，這個隊長，原來他這個隊長是這麼厲害的。他們見你的時候剛剛撞到這個孩子出來送外賣。哇，隊長出來送外賣，這麼厲害。是我的考驗會激發材料的潛力。特別是你和你，你的 Pokemon 看來不錯。阿卡伊島的隊長並不是只有貓的人，所以你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啊，交給他們吧。雖然畢竟都是他們的豬刀巡禮，都是呢。那你聽著啦，要和 Pokemon 一起享受啊，那也會等著和他們進行 Pokemon 對戰的。他已經很期待啦。貓，我們走吧。好友善啊，這個隊長要跑得很快添。明明有點擔心，但一點都不坦率呢。不過荔枝還是那個樣子，還是那個溫柔的島嶼女王呢。阿卡伊島有三個考驗，如果要立刻挑戰，要穿過四號道路去歐亞納鎮吧。總之要去找 Pokemon 中心。究竟在阿卡伊島會賣什麼馬卡龍呢？啊，是我譯過是馬卡龍。去一個要行時裝店，要找查遺跡。欸，打開新的島嶼圖鑑，不知道會遇到什麼 Pokemon 呢？好，這裡是，等我想看一看那個地圖先。我要去哪呢？歐哈納是不是這個鑑定空間研究所 Pokemon 中心呢？鑑定師阿卡拉城城主。哦，我要去這個 Koi Koi City。 好，那我們找一天，如果我們 discover 完之後，我們就去玩轉化石。那首先，這間是什麼來的？哦，搭船就是這間嘢，即係同啲人傾下偈啊，問候語，相同嘅興趣。咦，有啲告示牌幾得意，有冇嘅告示牌？等級可以得到嘅經驗值會有變化，對手嘅級數比自己越高，攞嘅經驗值越多。跟住就係嗰啲一個，去民族個。關都大衛啦 ，Pokemon 喺亞羅拉增加啦嘛。蓋特代市是好久好久的關都和成都旅行訓練街為中心建造的，那即是會有很多什麼，是不是？這是新聞處啦。咦，去到這個時裝店啦。啊，這個我想去，不過這個孩子也許會對生命遺跡有興趣。阿卡的守護神好像叫卡破疊疊，到時候希望你都可以跟我們一起，因為這個孩子很喜歡我呢。去這個聽圖酒店，他要見一個很重要的人。哇，挺漂亮的這棟東西。不開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已經說服了，是不是已經說服了？
King of Fool 隊都係會搶別人 Pokemon 嘅壞人，要小心啲，不過遇到可不嗰啲可牌人，係吧？咁咧，又傾下偈先啦。嗱，的天啊，離開。咁我哋去 check out 下呢個酒店，唔係 check out。去 check out， check it out， 請等一下。抱歉拍到你，你正進行豬腦巡禮吧。我係德克希臘，佢叫古娜，佢嚟觀光，對阿羅拉特有嘅風俗豬腦巡禮好感興趣。可以話你可以同佢來一場對戰吧？點解啊？畢竟機會難得，就要去打。佢即係俾我同佢打嘅。我真係覺得佢戴住墨鏡唔方好嘢咯。係咪因為睇 TVB 劇睇得多啊 ？Pokemon 訓練家挑戰嚟，外收，我用 Ultra 波好冇？啊，係唔記得同大家講 off camera 嗰時。我獲得咗呢隻好可愛嘅嘢，仲要沙耳咧，全部效果極佳。暗影拳 ，nice。其實我應該要練嗰隻咩咯？鐵啞鈴咯，唔係金屬怪。太陽衣背，認真我想俾金屬怪玩下，唔好咁樣，你好野蠻。太陽衣背是超能力系喎，我估鋼系會好啲嘅，會唔會？因為佢都識練定，唔係靠好多。咁即係如果我咩都唔好，金屬爪應該係 OK 嘅，猛撞就冇，因為會扣血。Nice。哇，755墓地24呢，咁即係尼亞綠沙，唔係玉綠沙。啊，我係訓練家，有著同卡洛斯唔同嘅魅力。咦，佢係卡洛斯嚟喎，如果正確嘅話，我係卡洛斯，我 XY 爆我機，哈哈。不愧是正進行豬腦巡禮的 Pokemon 訓練家，我感覺到你和 Pokemon 心靈相通，你兩我對豬腦巡禮多多了解，因為心意，等我幫你 Pokemon 恢復體力吧。你和你的 Pokemon 最佳組合呢，想起以前的我們還有個五人組，決定要把重要的東西交付給你吧。基格爾德多面體，我知咩嚟噶啦，嗰、那個叫做嗰只基格爾德個係咩咧？Bonvolunda 基格爾德咧係嗰只叫做 Set 嘅 Pokemon， 喺 XY 即系 XY Set 個系列嗰度咧，就係、是、做 Set 嗰個啦。好，我想再開多次地圖先啦，我冇睇到成個道路喺邊。我哋去邊啊？呢度呢條就係四號道路。哦，咁啊，順便嚟到呢度，等我順便都去呢個 Pokemon 中心買一買嘢先，我一陣間再翻嚟。喺我行緊酒店嘅時候，我見到莉莉艾，佢似乎喺度 book 房，見到好似係骷髏隊嘅人，所以害怕匿埋。冇返約定嘅地方見面啊，冇事，因為約喺呢度。我去考驗下，喺書見過要去經穿過四號道路。多謝你嘅提示。青桃酒店啊，最壞有得 book 房添。呢個咧有邊個嚟噶？唔錯，如果呢間酒店有得住埋更好。好，咁我哋去翻正題啦。咁我同埋我 check 過其他道路係行唔到，所以咧。我向四號道路進發。
Where is the road number 4? There are still door low. Then, then, then. 我想擺返金屬怪頭先，因為我想佢快盡啊，咁錯掣。22呢應該夠唔夠抽？咁快有嘢打？哦，小嘢黑喎。話曬其實，話說其實我應該都要練我嘅小約克。小約克最尾進化之後有得騎，巨金怪有冇得騎啊？認真呢個我真係想講喎。巨金怪有得騎，我好開心咯。我記得噴風有得騎，跟住諗下先。我而家呢代咩有得騎啊？所以我真係諗唔到喎。鲤鱼龙有冇得骑啊？鲤鱼龙应该有得骑，即系要等鲤鱼王进化咗先。都系继续谂下先。连阿六三冇得咩啊？认真骑真系好开心，真系搵人要捉啲嘢。行李员，我你唔去做嘢喺度。在做這個跟我打真的啊，不用上班的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二用念力啊，起風金屬閘啊，這個Metal Claw Kill 冇住冇住，騎牛騎牛牛，超級球。咦，有嘢執喎，咁都有嘢執。咦？啊，係啊，要呢啲嘢。跟拿的原落哦，接收到佢多面體發出信號，基基熱得細胞，多面體就係佢細胞同核心嘅巢穴。我記得有100個咯。神秘的地方，只抽啊！只抽，只抽，只抽，系收藏家，收藏家呢度要同我打，真系劲勇哇！你收上嗰啲小卡比兽啊！然之後我一諗起我好多隻嘢要練咯，好冇？我要練只約克嚟俾我騎，因為約克係有嗰只約克狗有得俾你咩嘅？約克狗有得俾你去，好似係咪有得揾嘢？跟住然之後水系遲啲睇下鯉魚龍得唔得？唔得，我記得我有隻烤烤烤鯨嘅。咁或者如果我要 check 翻，如果鲤鱼王唔得就咩啦？咁我记得喷火龙都可以咩嘅，咁样搵下有冇喷火龙俾我捉下。我记得呢四个岛其中一个系有火系嘅，宝贝龙，宝贝龙即系暴泳鱼嘅第一进化，唉，冇错啊，叫唔 matter 噶咯。
龍系完全冇效果，太強了。Plug Nice。我勁勇。都執唔到。護力碎片。呢度有人打，咦？胆协球咩嚟嘅咧？可以打啦打啦打，冇烦。旅行的见面交给 Apple， 真系阿旅行家你真系 hea 嘅啫你。观光客看似啲名也越嚟越恐怖。哇！呢是普通的小的 Rattata， 好像看到普通的 Rattata 會勁開心，唔知點解，係因為正常好多。仲未熟練最黑推介的小雷達，靠自己吧。少年，唔係叔叔。啊！咁你都見到？貓隊長想要鍛鍊 Pokemon。西餐廚師，你咪好驚喎！佢攞個鑊鏟，就好似想煮 Pokemon。唉，我幫你得到解脱吧。好慘啊！呢只萌萌，好慘啊！阿嘉禾，唔好再煮嘢，唔好煮人哋啲嘢嚟食啊！有樹果喎，芒芒果、蜜花果，真係多，都係多樣。小篤兒啫。夠眼見唔識，而家真係覺得企嘢好方便。佢取替咗嗰啲自行嗰啲單車啊嗰啲嘢咧。好，我哋嚟到小鎮啦，好西部啊！哎呀，發生咩事咧？究竟啊牛仔嚟啊！西部劇決鬥場景一樣又令人興奮，對此要等到恢復活力之後才進行，即是比我同你打啫。哇！不過同你打咧，咦？佢都有手環喎，而家別嘅招，哎，好可愛啊！唔捨得打死佢。點力？喂，冇冇電球，冷靜啲，冷靜啲，冷靜啲。算我而家進化，我唔怕你。我不怕你的。哇 ，confusing，nice。
又话你混乱紧嘅。好，拜。花样海狮。中咗喎！我唔中用海狮原因，因为咧佢原本嗰只好得意，跟住大咗变女仔。Oh my god！ 所以咧呢只系效果不好。喂，冷静啲，冷静啲，冷静啲，唔好咁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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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。朋友，冷静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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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海狮跑唔到咁快嘅，喂喂喂喂喂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嗯，效果不好，笑死我。Yes， 混乱。咁你都噴射到嘅咩？又話你混亂緊嘅，finish it， yeah， 六四九。追打。GG， 攞曬你啲零用錢。要害攻擊，一氣場三批人堅硬。要害攻擊，如果擊讓招擊送要害，氣場又發揮唔到作用。Pokémon 對戰有輸有贏，總之唔享受就蝕底啦。好，咁去呢個牧場睇啦。咁究竟呢個牧場係咩呢？我哋亦都遲啲咧就要去呢個考驗啦。咁咧，我哋下一集咧就應該都係會做噶啦。中意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